放进去就走啊嘛，就开才说嘛。咋一走了？你这个想着多年轻的嘞，说给你还军生的以后来嘞。你这个放上咋样？你这个把料子出到这里边。啊，行。啊，我再给你往回弄了毛子吧。弄一个就行，弄六个，弄那些毛子的什么的，就这个就行啊，就这些，这玩意儿就行啊，头。行。啊，你把那个白料子弄出来。啊，这边，你讲，这边不要别我个就行，哈。啊。就咱去买点菜吧，咱俩这一起抬头的呢。行，买点菜，尝两个菜吧。啊，尝起来都在用。都在叫的尝。去买菜了，给我上买点吃的，不多钱就行。行行行。就这一上，再借他吃点。啊，行。他去那儿买菜的。媳妇他有吧？我觉得万一庄全吗？嗯。咱们去万一庄吧。要是那个吧，你不这儿子也不。不知道你咱家的我菜。菜起来，咱家这哎，菜他妈都在叫，在叫了吧？俩这地没在叫呢。那地去哪儿？去地了吗？上午才回来的呢。哦。就买点菜，自我炒炒吧，再叫多好。行。走。今天这个天气还真不错，又来到了王金庄的万家乐超市。买点啥菜吧？买点酸菜、香菇，就这平常的家常菜吧。多尝一多怕的吃吧你，这个营养多。俺平常尝这个六怕的多，吃的差不多了。这样吧。要不给开了多。你不吃了再叫嘞，咱俩走了你把也买个菜。行，你把也把这卖了吧。卖点叫过来。啊，你要不老菜。嗯。香菇有好吃呢，我就最爱吃这个香菇这还有了。啊，卖点吃的来卖点味儿火腿嘛。行，卖点这个就路上吃了吧。路上桌一天坐一天事嘞。买回来了，买回来了，买了那些菜都。你买了吃的。哦。买了火腿。觉得咱就没有吗？觉得你要是弄走。这个。喂，这有你不吃了，下觉得人。这有人下觉得了你。就拉了。弄多少菜？那咋好经营的不是？我是要不了，我不知道要不还不得去发点菜弄啥？还发点了咱一，咱菜去发点了吃，这咱自我炒炒。在这儿就啥？啊，在这儿也行。不弄了。这两天暖和呢。你怎么去弄了这个菜呀？给咱咱一起菜炒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菜一个。想吃嘞？你都吃了，现在来到吃上不吃了？菜一个吧。有没有不少耶？你也去弄一个。一会儿咱去趁老人家家办，一会儿弄点儿那个，再弄点儿吃的。奶奶也多炒啥嘞？奶奶不多炒，奶奶去早一天呢就做上大包菜就走了。冷死天，也就两星期多，少星期来哈。嗯。现在呢就给奶奶视频啊，给奶奶打个电话。待会儿没信号。没信号。就经常是没信号。二十多年前买的，就这个一身才有感觉嘞。啊，俺家也有个这个。人家不是个丢八斤这个，丢这个。那我就在俺这吃饭吧，炒盆儿的，炒盆儿一点都在吃菜。我要翻过来吃。我今天早上给你阿辉弄个毛子。啊，我给你阿辉弄个毛子。行行，我就带我毛子不行。我有好借的，你就在平常待了一下。待了，你得给你个气儿。还给俺个气儿了一个。你不是套气儿卖的？耶，你给我干啥不行？你带个毛子还跟我个气儿了还？来，准备了留我菜，准备炒吧。行，留我菜。你婶婶过来了，就都上午在这儿。你婶婶过来了。嫂子，俺要是会的，俺。俺小叔也给你好好的送信了吧？嗯。你那又弄了些点子出来？哎，俺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弄的，弄了两堆，这边这个，玩意儿收的还。还可是还有这个红酒杯的，跟俺小叔的还给他加杯酒。我说你结婚你才好。就是穿这个小红衣裳不来啊。你这个好几年了，你这个这有毛领的，你看嘴这个口。写点的你写这个幸福，你这个意思。你还就是想叫你小叔这个。他去一回了吧？不去一回吧，我点了里头念给你看这是幸福。俺一个都去要了，要的回一个还得再回来。进来这天就好的嘞。咋这吧？你我家是上学了，你儿学吧？当年河南学的可多的很的了。我家我个抖音上有的。啊，你学的个你。可厚的嘞。可厚的很的嘞。嗯。下冬冬的油吧，下不油炒出来。这油都炒了吧？都冬出来了。好了。嗯。
你当那个这个下趴尖儿？啊，当下趴尖儿。我下趴尖儿没吃过吗？肯定弄了我的嘛。但是光种了种，但是也该没吃呀。想加辣椒就好了，但是我不给吃。今年再摘吗？我准了，还能摘了不能摘？能，还能摘。下上绿豆吧，一路顺风。啊，下回我尝吧，变来我尝。这里你一茄子吧。娘啊，成年的一辈子不就搁那样皮那吧就。就那吃吃点饭。吃白了吧就开开心心。他家年都吃白了这个，他这个下个好经营可不来了哈，开心开心，嗯，就是开心。你再叫了光，之后再叫别的。开开开开心心去游两天，就当是去旅游了呗哈。啊对。你这大厂长这个也不来啊，不是干婆婆的。俺、啊、这好几回都放在这里边。啊，爸爸，俺、啊、这可学定了都。爸爸我想你，不是光你在叫，你就在这吗？这行我什么？可好吃的嘞，生吃可好吃的嘞，是人家这个永嘉家买的这个，可红的嘞，可实的嘞，啊，红的绿的嘞。你正在这干啥嘞？好好的，准备吃饭了啊？你怎么把这个把手弄出来啊？啊，出来这就吃饭了。这两回学精了，搁钓龙安过。嗯、啊，跟宝宝像一样。啊、哎。每次都是溜溜动松，过来啊。你快下车。你不下车。你下车跑车那喂猫，你都不吃饭，猫叫啥嘞？这个可大的嘞，这个可大的嘞，长得五个嘞，长得胖，胖胖的。娘哎，可是这样，是吧？你小飞炒的这个菜不来吧？头，这个炒还香的。吃吧，这是好吃的。今天好好吃吃，到晚上就不能吃这个菜了。到晚上吃什么的？白萝，你这是白萝卜，白萝卜平油。啊，你倒是天天要吃油吧？有油，那里头有油，还对着了还给闹个小鸡腿儿。啊，我给大家伙食一下啊。对着了，对着了还这个还给闹个小，我给叫什么东西？我在你家这个那拍的哈。包包的来，嗯，我这下次要再叫，嗯，啊，小雨多了他就不能干活了。哦，你要住户给你买小东西，你这咋这里头找个自拍的？好吃还是吃肉？真好吃，都不行，我吃的这直接我上这叫上啥呀？比饭店这个多鱼多肉还好吃嘞。我做过这个，你做过这个？去饭店了，你吃的不错。还是你小飞炒的这有味儿。你瞧我家这也是做的吧？怎么比不上你炒的？主要是自己一人吃饭了，你动不动天天都吃这炒的就饭哈，好吃的这的。哎呀，晚上你就炒的好。做好，快吃的。你就不好好做啊？你不好好做，你叫你光喂吧，你自我不吃。皮皮要的。